蓝色的锁。这个霜啊，多了以后就会蓝色，然后有粉丝就担心了，啊，到时候这混的话就不好看了。刚才这上面也是有一点淡淡的蓝，但不要怕混，它就表面一层，咱不喜欢，哎，它一扒了，这表面这层就掉了，啊，完里面的该还是白色还是白色哦，别担心。完了，这个是加湿器里面冻了，然后拿出来放在这里，到时候落满霜，到时候就是果霜脆，哎，蓝色果霜脆，多好看，是不是？